浪姐舞出舞台，谁才是真正的王者归来？第一名韩国女团郑丽可。郑妮可身为当年火爆全球的二代女团，带来成名作 Mister 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了全场，实至名归，荣获385分。但要是拿一位浪姐系列的姐姐 battle 的话，那一定就属美依礼芽了吧。第二名戚薇382分，在所有浪姐舞的初舞台上，戚薇可以说是诚意满满的创作了这首《乘风歌》。虽说不是整个里最惊艳的，但当初她要是唱了《如果爱忘了》这首《狂炸》，或许第一名位置也就非她莫属了。如果爱忘了，泪不是多少，那些幸福啊，让他替我到达。第三名陈丽君，而陈丽君也是第一位将初舞台以越剧呈现出来的姐姐。相较于第二名的惊艳，又呈现出了别有一番的韵味。